我录像的，一个爸打招呼。然后是第一次，我们都玩过了。对，那是我上次我们来的这里到的晚上了。黑不溜秋的。This is Canada, right? 这渥太华有个古堡，像这样，渥太华在加拿大，现在是仿加拿大。有的时候跟加拿大还真的有点像。